And I say, sha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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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.就是它放到水里面去冲泡它，去滚都可以哦，就变成我们喝的小麦，早上喝的麦茶，没错，是这样子。那这个两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我们还没有炒之前的小麦。哦，那这要炒很久才会炒。这个就是我们吃那个口香糖嘛，今天早上吃口香糖，烘干过后的，烘干过后的。对，那烘干过后吃起来会不一样吗？你可以试试看。哦，对，讨厌点点的牙齿，还没吃饱。今天太硬了，吃一天了，太硬了。对，那这样子你觉得呢？已经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关火。关火，好。对，那关火以后我们还是要继续拌炒它。好，那我换我来炒一下。好啊，好啊。等我再去很久了，是不是？我就看你什么时候，我就是看你什么时候。当然了，我们是有默契的。对。那同时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今天喝的是小麦茶嘛？小麦茶。那但是我们一般外面呢，我们遇到的会是大麦的麦茶。嗯，对。那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瓶，这个是大麦。大麦哦，真的比较大哎。对。然后大麦会带壳，那它主要的香气也是具有炒这个壳出来的。这对，那这是小麦，很明显的。对，非常明显。嗯，有壳没有壳，然后一个比较长，一个比较圆。这一盘就是我们的炒好的大麦茶，颜色就比较浅一点。那麦茶我们刚提到说，它其实主要它的香味来源是外面这一层皮。那因为大麦它本来就有带皮的，所以它炒起来它的香味会更快达到。OK， 对，那我们一样就是把它炒到就是稍微有点像爆米花，它爆开，那它就会同时有香味也有甜味。这个好像比较黑，慢慢黑掉了。对，那就是你的速度不够快。啊！搞什么东西？对不对？就是要喝这种，对，我们在前一面就是要这样，然后就可以喝到它真正的那种味道，对，不会说被甜，对，被这个才叫单一纯麦，对，还有单一纯麦是这样的哦，厉害了，该完成任务也完成了，其实现在是换有点饿了，对，因为你也知道说那种劳动有感受到，有了，对，那接下来就带你们到我们就是特别推荐的一间餐厅哦，来让你们好好的吃一下我们道地的美食，好，哎呀，好吧，这个是午餐，那这个想对。那就，那我们就这边请 ，OK， 好。谢谢阿翔，哇，真的谢感谢，这么丰盛的午餐呢，哇，今天辛苦了一整天呐，啊，就来招待大家来这边吃一下我们精致的午餐，这是我们主厨精心准备的，我们今天的。一根那边，这边是我们焗烤龙虾，哇，然后佐胡椒奶油，哇，胡椒的奶油，对对，我们龙虾采用于小青龙，小青龙是一个品种，台湾所说的水姑娘，哦，水姑娘牛啦，对对对对对，小青龙是，然后一根那边的面是南洋热沙面，南洋锅，那我这应该是奶油嘛，对对对，然后这边是韩式泡菜鸡卷佐南洋热沙酱。其实都是您自己研发出来，对，自己做的。这个馒头该不会是跟小麦也有关吧？也有关系，那有原味的跟黑糖的，这样一定要品尝一下。原味先来一下。哇，这黑糖风味好很重啊！而且你知道，因为有人说这个啤酒就是易开的面包。对，其实你可以选择吃馒头或者喝啤酒，都是一样，都一样。越嚼越香甜。对啊，是因为您的小麦。很好，所以这个馒头吃起来才好吃吧？当然，我们在地的小麦去做的，它的面香会比较浓，扎实里面带有一点松软。对，试过这以后就可以正式试。来，这个算小青龙的意思是它是比较小只，对，比较小只一点，比较迷你。下午又有活力继续工作，来，我们敬一下翔哥了。谢谢，也谢谢我们主厨，谢谢周主厨，谢谢招待，谢谢。对，其实因为我吃这种意大利面，这个奶油的我特别容易腻，但是这个没有，当然这个没有，一口接一口，
那拉茶它是一个香料，对，它是一个南洋的香料，然后里面有二十几种的香料去混合做出来，对，蛮熟悉的味道，对啊，做的那个叫韩式的那个风味。那沾下这个酱对不对？对，这也是拉萨酱子的。对，这也是拉萨酱。哎，这个是，应该叫做鸡卷吧？对，韩式泡菜鸡卷。泡菜鸡卷。泡菜鸡卷啊！对。哇，它那个酱这样沾起来就对了。我就满足了，满足了。哦。对，翔哥也常来这边。当然，捧场。那你都是拿酒或拿馒头过来跟他贿赂一下？对，就今天也其实请我们主厨招待我们。对，主要还是希望他们可以加入这个小麦在他们的食材。对，那小麦除了吃之外，还可以做什么呢？我们还有装饰艺术，我们小麦田的装饰艺术，那等一下也会带大家去看。对，他这样吃一吃，真的有点那种，会有一种饱困，是有点困意，是不是？有点困意，所以我想要问一下沈哥，因为我们今天来到大雅，所以我们虽然这个是还是大中午，可能还是要问一下说晚上有没有去落脚的地方。因为我们家哈比较小一点，那今天我们刚好来到这个地方，那就请大家就是今天就住在这里啊，太好太棒了太棒了。那等下我们吃饱就去给你先放下行李，好，没问题，再接下来行程。好的，那我们继续，好，谢谢谢谢。非常可以啊，好可爱哦！这是我们一张大床的房型，然后这是我们提供的桌游，桌游都准备好了。对呀，这边请。哇，弹珠台！哎，哇，这个吃饭睡觉打弹珠。因为我们其实，在逢甲夜市旁边，然后距离也很近，大概5到8分钟。但是我们还是有把一些童趣的一些元素带到我们房间里面来。对啊，这个是我们馆内的话 VIP 的房型，它都有一些特别设计的元素，哇，太棒，有一种北欧的感觉。北欧的 style 是吗？我们带一点点小小的童趣。对了，我感觉有就有。对，有。你觉得您觉得有就有。是个人的一种。来这边请，这边请，来这边经理这边请，不用客气。这边的话是我们的那个淋浴的空间，它有一个很通透的一个视野环境。是。对啊。然后看 view 对不对？没错，晚上的话两位可以泡澡，然后又不用担心被人家看到。对，就是窗帘也不用拉。对对对，晚上泡澡。但我先泡，你先玩桌游，我们分开泡。我一个人玩桌游，不要一起泡，一起泡怪怪的。对对对，但这个视野是没有问题的。这样参观完之后，整个不知道什么，就是有一种，因为可能是因为刚吃饱嘛，所以有一点饱困饱困。要不然我们就先稍微睡个午觉。其实没有没有，直接就躺了嘛。没有，我们把这个拿走，这个先放在旁边，那我们就直接。这晚上可以玩，晚上可以玩。哎，这边也是些。哎，这很多都可以玩吗？这也都是什么拼图？这个是木枪，比我们现在做的竹筷枪应该更厉害。这可以购买吗？这个的话是绝版品了啊，装饰就对了。对，没错。那个弹弓，然后小弹珠台，响板，这个都是你们当初就想说，因为想要提供来的客人一点。小时候的回忆，其实我们距离逢甲夜市很近嘛，那有时候逢甲夜市里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玩乐的设施，那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把它稍微带进到我们饭店里面来，然后来住的话，不管是亲子客啊，或者是来出游的，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跟旅程。对啊，真的回到小时候，回到童年，概念很好。你知道我童年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睡午觉。其实没有要睡午觉，没有要睡午觉，因为我还要去装置艺术，你忘了吗？继续去吗？对。晚上回来再睡嘛。好 ，OK。那个，你有很累吗？有啊，很累啊。那你看不出我很累吗？我现在很累吗？但不行，我们还是要去装饰艺术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到处都是小麦，对，都是麦浪。然后你看，还有一些印记，有没有看到？是吧？这个麦田圈，这应该就是装饰艺术了。对，应该就是阿翔讲的。哎哎，这里有声音了。大哥你好，大哥你好，你好。我们是翔哥，介绍我们来说，在这个麦田中有一些装饰艺术。是。
应该这些都是您做的啊？是。大哥怎么称呼？大家都叫张老师。张老师你好，张老师你好。那我们这边就请坐。那你先请坐，先请坐。当自己家。哦，您刚好正在做一些是装置艺术，那可以装置艺术教导我们一下。这个是早期的玩意哈，那营业农户很辛苦，小麦成熟了，那很怕小鸟来吃，所以早期农户哈可能会用一些有声音的，那有的会用鞭炮，比如说这只哈，这个是已经快失传了，感染器，握法是这样子握哈。哦，这个酷刑是可以的，你手进去啊，不要，现在还按要一棒打小，对了，不要打小，哇，这个，对，要这样敲敲，对，但千万要小心，要小心，不要被夹到。哎，他的那个声音，刚好中间这个是因为有一些竹节的那个空气，就像玩拍手，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，你看我们人在进化，对不对？鸟它也会进化，稻草人一直这样，它也到时候啊，给给啦，应该不会这样，陪陪进来嫁，进来嫁，有可能会这样。那这个其实我们是早期的叫卖器，是麦芽糖的，好。啊，其实它也可以干鸟，反正只要有声音就都可以干。是啊，好，那有声音就可以干了。对，那还有一个叫客家版的哈，客家版，客家版的，这是客家。对，因为客家哈那个竹子最多。对，所以他们用竹子去对。哎，啊，这客家版的，客家版的，其实它叫做叫卖器。哦，就吸引客人，那你同时也可以干。对，啊，麦芽糖是什么声音？就这个声音。哦，每个声音都不一样。对，啊，这个一般都是卖麻子。因为客家人会做麻子。哦，那我们想来玩一只啊？要，我们来学一下。他的是啊，这一只，来，这一只就是我喜欢吃罐头。好，那你就做了罐头版。好，那我来做客家版。客家版，好，是闽南版的。好，太棒了。那首先来要把这个棍子哈放进去之后哈，这有洞对不对？对准。对，啊，这个把它敲进去。好，您再借我对一下。长的不要这里啊，长的在中间，短的这条是要挡住它，不要乱跑。是。啊，你这一样就用短的。是哈。哦。短的用这边就好了。哦。好，来。好。这要很轻哦，点点。你看，我这个稍微冲一下，它就有点崩裂了。我这样对吗？伸出来一点点，它才会穿洞。好，行。对，好 ，OK。哦，对。它要利用那个穿洞。好，那穿洞了。尾巴。尾巴。也是短的。我要穿过去。对，先穿过去。哦。哎 ，OK， 好。对，再穿，好，这样子哈。啊，尾巴先把它封起来。按你现在短的。没有，我要折一个，因为这个太细呀。这个短太细哈。对，老师什么都会。真的啊，哇，您好多工具。张老师什么都会，有没有张老师专线？我除了生小孩不会，一半其他都会。啊，怎么你这么有自信？你是单身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我孩子二十几岁。哦。你看，我可以从小玩艺做到公共艺术。对啊，就是这个后面都是您做的，什么你都生得出来了，你看这些都是你生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这样就 OK 了吗？还没呢，你是笔记呢？我是说这个，对，这边就是 OK， 只要绑哈，只要可以摇来摇去就可以了。你这两根长的塞进去，然后它一定要上短下长，上短下长好，然后只要它倒得到，倒得到就可以了。嗯，阿尼哈，阿尼哎，有嘞，但这个哎，老师我好了。你卡不会啦，这还早嘞。这两个把它挂进去，它有没有各两个洞？对不起，我又掉了，再。你没有塞片啊？我要塞片。要塞片。哎，这个好听，特别好，很好听哎。好听好。阿汉，你再摇一下。一个爆米棒，哎，一个老鼠仔，再酱酱棍，四个擦皮棍，对。我爱红酱棍。我们今天才会的，那个阮子孙呢？那个阮子孙呢？好，我嘛好啊，好啊。啊，再来，啊，再来，喊你来，这，因为这个高渣味，这啊，了解。啊，但是装着瓶可能袂响，我嘛唔知装带瓶，但试看卖，试看卖好。啊，安尼可能对。哦，这个又是更先进的，这个老师您自己折的，对不对？这种也到诶。对，来，手链，三条一起套。啊，是的。一套六片，哎，八咧六片，这个要转对象。啊，你即个头壳的手链先等我，啊，你先做摆做。好。好来，阿哥来，你这下高较侪点。哦，要旋转。对，这有像我们做竹枪诶。安尼啦，好，好来，阿你这下第一台把弓向前举，噪音。哇，好好听哦。好的。哎，这个不错哎。这个，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。你得挖机。然后那个是麦芽。OK。打鼓。哇，对啊。所以以前是用声音来吸，因为以前没有麦克风，你不可能沿途叫卖，对，喉咙哑掉，对，就是先人智慧。去哎，而且你看我们这边咬，你看都没有鸟，鸟都不敢靠近。来的都是蝴蝶。那来到我们游客要做一件事哦，拿着这个去绕一圈，帮我们赶小鸟。
哎，好，我们去赶麻雀了。现在我们就去赶麻雀了。去到一圈。好，我们要骑马。我想到他自己比天高。我们已经确认过了，这边真的没有鸟。没有鸟，只有蝴蝶。蝴蝶他们不怕。蝴蝶不怕了。蝴蝶不怕这个，但蝴蝶它也不会吃嘛，它也不会吃那个小麦。你这个有点像那个戏京剧的开场哎。张老师，哟，张老师，我们赶完了，我们确定，确定没有鸟。对，我们连那个树枝孤鸟呢都没有，都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就被赶光了。但是我担心还是会有小鸟来哈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来刻小鸟的女巫。你现在做的就是女巫，女巫。那我现在有个地方还没完成，你帮我完成。好啊，好。女巫的特色是什么？扫把。对，它会飞。嗯嗯。现在扫把就把我们安装上去，那等一下我们地上去。好。这完全都是用小麦，那是怎样插上去的？全部是用在地的小麦做的，好了，直接这样插进去。没有，就是晒干了之后，是不是？哎，没，半干就要做。半干就要做。哦，我们现在去架，把它架上去，好不好？好啊。那你之后可以弄一个什么哈利波特，也是一样嘛。很想嘞，也是飞嘛。来啊，等一下你们负责把它请过去，好好。他要把它请过去。啊，对，我知道，要请过去。还有我们来搬就好了。还有这，还有地点。那个女巫，你们就看，好像有长胡子，把胡子修一下。有胡子吗？胡子在哪里啊？来，女巫特色是鼻子嘛。它这好像有点有点揪，是不是？哎，把它揪一下，揪把它剪掉了。不然它这个角度啊，角度有点看不太。不是这个，你只要稍微立起来，你就比较知道。对啊，会不会很重？不会了，不会了，还好了。对哦，对，我知道。是这样不够高了。对，你这样倒下一点。我把它那个，按你把它造型啊，那个鼻子哈，这个是它鼻子嘛？把它整形一下，哎，整形一下。对，这个我没有学过。哎哦，我第一次看到女巫要修胡子的。有，因为我们之前有修过一些园艺啊，我觉得他头发有点厚，帮他打一下薄好了。这不是头啊，他斗笠啊。哦，斗笠好。我想他头发有点厚，干脆帮他染个头发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帮他修整一下了。对，修整一下嘛。我觉得招精的很厉害哦哟。啊，老师，你做这个做多久啊？这个女巫，这个半天就搞定了。哦，哎，那么快呢？我做手蛮巧。好，去。远看很像就可以了。去哪里？来，我们去把女巫立上去。来，跟我来，跟着你啊 ，Follow you。对对。我们老老鹰还会晃的，老鹰哦，哎呦，我这个老鹰晃的，他们老是会晃的，我都是钢片哦，那个铝板，对，铝板啊，哇，你这条道路都是怎样？这是迷宫吗？刮出来的，哎，我刮给小朋友体验的，来这里，来安坐大点，来了，然后呢，角度呢 ？OK 吗？可以，角度转一下，是不是适合那个光线？可以吗？光线要朝哪里啊？外面看得到会比较好。外面那边看得到，那就转来这里。他的侧面，因为他看到扫把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子，这样子呢，好，这样比较好看，正好看啊，好，可以，好，扎实一下。鸟会不会觉得这个比例太大只，他会觉得是假的？不会啦，他不会，他智商没有那么高。好了，你们两个去给他合那个，还要合照，是不是？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喽！亮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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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亮